但其实还是要看一看自己的内心比较好的，毕竟本来今天唱的是这首。那长辈们都唱了，都对也都错，所以感情真的没有对错，好好的去爱吧。换一个心情，要送礼物给你，赶快 call in 进来哟。一个人问到 call in 时间到啦，马上 call in 9039433366，只要答啱就有关于跨境嘅问题，就算你驾乘150蚊嘅 Uber 嚟啦，详情请到私人私团浏览啦。Thank you.